潮流是每个人的审美，只要自己喜欢穿就对了。老师，你这镜头转过来我看一眼。老师，你转不过来。妈呀，这么黑呢？哎呀，一下就粘住了。胖五斤十斤蛮好。天哪，你们是不是有点惊讶我话这么多？嗨嗨，别说话。讲一个字的，一个字的昵称给我。一个。您。您。美。萌。那为什么我是零呢？我是完全没有，我是完全没有形容词。帅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我知道你跳舞很厉害，其实我们之前碰过热身街舞。我知道。放大下这个。够。好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随时。好，好了，因为我可能经验太多。哦。嗯，我就看人没错，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很会照顾人的那种。快来吃吧。你们别，你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嗯，我吃完贼快。其实是有的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先找出谁对钱比较敏感。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三个。你呢？我也不会管。娜娜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是我手工扎染的衣服，谢谢。然后这应该是你的应援色吧？谢谢你。Bus bus bus bus， 不行不行不行，走吧，带你溜圈圈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走开。让我看看你又跑得多快，快！哎呀，是不快。Boss， 那抱一下。你先帮先跟着一啊。嗯。左右，左脚弯，右脚弯。好，那你教我大提琴。好，我保证这一个月结束，你可以拉一个曲子。好，可以。来了。What？ 我来拉着你。走哪？走那边。就我喜欢那种比较浮夸一点的，就好喜欢啊！不一定大家都第一时间会接受，但是我很喜欢。都觉得好看，我就放了。我怎么你这个非常不错。就是说先放着给大家选选。哦，为什么长这样？因为我戴眼镜啊。哎，来了吗？来了来了来了。 7 有赚钱。姐，这鸡头堡是你的，没事，没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拜拜，拜拜。我看你没有怎么节制，我不节制啊，啊瘦，我要增肥。我们第一天，算是一次任务，但是因为我有你们。